最开始是不愿意买的，有卖面包的，完了呢，就是把面包割了回去了，这样也挺寒心的，挺伤人伤心的。在这里面就是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，就在外面吧，就是处在一种疯狂的状态。在这里给我一个让我压缩时间，就是压缩了我这个人的变化。在这里最开心、最感动的，还是去销售面包。当他们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产品，那 pay money 的时候，哎，我觉得我们的劳动被承认了。一个外国的老板，他买了我们那个面包，分给他们那个同事哈。后来同事等老板走了以后，都把面包都拿回来了，不要不收。他们觉得不可靠，或者嫌不卫生，或者。我们呢，有的时候呢，也是挺痛苦的，跟外界就是。别人不理解的时候呢，稍微就是说有一些认识问题，你跟他们就是跟正常人聊的时候，他们视你为异类的时候，就是说把你往病态那方面去推，下钻意呢，就是说你是神经病啊，你去吃药了，你该吃药了什么的，就把你变得成一种就是隔绝与正常人隔绝的状态。在这里呢，就是大家一起，就比如说做面包这种事情，来互相感染。